张智霖。哇！你愿意吗？张智霖哥哥难了。好难啊！不是说好了吗？是啊。九。没关系，我不生气，你可以拒绝我。我现在不来。Yes。来，张俊哥哥，你可以再选一位。那我选盖。来，盖哥哥，怎么样？说好了吗？身份都是你的，春哥，不能这样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这个我没有啊。给我们一点那个队长的面子嘛。哟，不说好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也不生气，随便哪个事儿都可以。不是哥，我已经对别人有了承诺。嗯，啊，对，想会儿哈。我觉得承诺还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小春哥，你不能不听，就这么简单，在我这儿你不能不听。哎呀 ，yes， 张晋哥哥，理想，理想，去，好，恭喜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接下来陈小春哥哥到你了，我必须把我们本来的七个人找回来先。志玲 ，OK， 好，来，我们再下一位。新的阵营变化非常大，新阵营既要有唱歌的，要有表演的，两边都要兼顾到。言承旭，答应啊。敖犬。敖犬，恭喜张晋部落已经全部成员满额。杨浩文，队长报道。麦亨利，亨瑞，谢谢、yeah， 恭喜。盖 ，OK， 盖。云龙，张云龙。OK， 好。你们多闷呐，都没变过。你说好了吗？啊，黄征 ，OK，OK，OK。那下一位是陈小春哥哥，继续选。云迪哥 ，Yes，Yes， 哎呦！那么接下来呢，赵文卓哥哥这边就还有刘聪哥哥加入你的队伍，加油！恭喜你们。现在我们已经全部达成四个阵营的统一配置了，一起拼吧！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啊！我没想到你们第一个就选我，我太开心。因为这个都是你慢慢一步一步的演出中，把你的光闪发出来的，让大家觉得很吸引你的部分。谢谢谢谢谢谢哥，谢谢。哦，谢谢！只有那个辉哥走了，要不然我们四个已经在了，都在一块儿。好难过。欢迎你们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这是真的重庆和香港联盟，欢迎光临啊，在两边。晋哥，我恭喜你获得了史上最强的军师，最强大脑，我们的最强大脑。这周帮我们凑到一起。我跟云龙就是说，我说其实我们这个环境就是你带着我们，我觉得那个感觉真好。嗯，还是老话吧，以和为贵吧。以和为贵，这个最重要的。好吧，我们现在马上开启的是《等我找到你》演唱会。西北地吗？等我找到你。演唱会是《等我找到你》演唱会。哦，好香港啊！我们的人生。因为遇到了不同的人，因为有很多特别的时刻，才能够成为今天的你们。所以这一期的演唱会是关于寻找的故事，同样准备了四首 vocal 曲目，
四首 performance 的曲目，每个阵营呢需完成两首表演，每首曲目上限五人。五个人好看，五个人跳好看。那么我们现在要发布，等我找到你演唱。